推一波，神帝就靠你了。我看到一波七在刷了。欧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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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K。他习惯，他觉得你就是这是你应该做的，你弄错你就是王八蛋了，他会这么觉得。哎、欸，他自己都不用哎、欸，好奇怪哦。然后就是只会骂这样。那、啊、有的人是会用啊，不过他也会骂，为什么？我要说同行还是啊？我要这样说吗？这样说好像怪怪的。靠，有没有赚钱就有什么好竞争还是怎样？你懂我意思吗？我一开始速刷，就是一吸一吸把它撸过去啊。刚才我那个 miss you 啊，我猜怪的 miss you， 到时候再来捡金啊。这对过的嘛，很多人都说可以啊，因为其实看得穿看得透，应该就知道我要怎么过了。我刚没有那个无视减伤那个关卡资讯的问题啊，不然其实他过得了。看一下啊，说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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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有点搞到自己了，忘记开破防了。哎呀，来不及啦！不要再让他冰你了，再冰下去就没完没了了。神体也满了，神体不用满没关系。哦，神奇保罗讲了，对，没有错，他的说法没有错。不过不要太早讲了，这样我就没有梗了。留一点给我嘛，各位，留一点给我嘛。我们的观众太强，我说过，我有时候太强，这是一个烦恼。我要怎么打都知道，你知道？哎，以一挡百不是盖的哦，对啊，进阶。哎，连我会老马都能够神预测了。刚是谁说我他预测我会老马？那个谁啊？啊？怎么那么准啊？怎么可以这么准呢？那个是谁？刚是谁预测的？刚有人预测啊，可是其实一点点啊，没有完全，因为他没有预测是什么原因，知道吗？对他没有预测什么原因嘛，所以还是有差啦，好不好？但是还算蛮厉害的，居然真的被你吊中，真是啊！是你对，就是你散气外露，就是他。两回合哦 ，CD 是影响你的通关的那个速度哦。撞！啪啪里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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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怕，我好怕一个低血高连击啊！我也忘记了，我把玄冥量开掉了。啊！吐血了，等下要死在这里。因为他低血高连击，所以我干脆不要让他低血好了，这是另外一个打法，各位参考一下。干脆就不要让他滴血了，因为他高连击。山不转路转，路不转百姓转啊！
打进转啊，因为我怕我还会断心啊，所以这次我打轻一点点，故意的。OK 啦哈，漂亮吧，这样 OK 啦哈。好，不过那个刚才那个 Miss You 哦，跟大声讲好，他只说他只做一次，因为他有事 要先去那个处理，所以我们只能弄一次而已。所以基本上现在大家有机会看到大圣飞飞哈。哦，没有看过大圣飞飞的，可以看我以前那个八风王的影片。飞到最高点，那个就是我了。本人在下我，大圣飞飞飞到最高点，飞到最高点，飞到最高点，不靠一句誓言就把你放在心里面，飞到最高点，飞到最高点，不靠一句誓言就把你放在心里面。透露出年龄了，那又怎样？奇怪了。不能透吗？不能露一下吗？哎呀，差一点跌倒哈！战术吗？有点失力是不是？不能卡新珠就对了。不会了，这还 OK 的。19其实还好，真的。那连续卡个大概四五次吧，应该没有那么卡吧？这比卡啊，这比卡的董子还久。还有一回合就解决了。哎呦，这个有难度了。叠珠看好，这个怎么叠？是不是？一定有人问这怎么叠，对不对？看到没有？没差哦，有啦，还是有点差啦，还是有点差。它两落嘛，原本是一落，把它弄两落啊，不一样，还是有差，还是有差。真的是有差。啊，不好意思，明天有事，突然间想到，是明天哦。哦，不是明天啊，是后天。还真的跌倒，对啊，跌啊，透露年龄啊。哦，大家不用担心，我们的 MOD 和百姓都会哈。都会处理一些酸民或者什么之类的，哦，都会啦，没有说谁啦，没有说是谁啦，对啦哦，但大家不要被钓鱼，要小心，不要被钓鱼，哦，不要被钓鱼，知道吗？千万不要被钓啊！我最保护的哈，就是我们这些哈白粉跟观众跟干爹们，好吗？撒酒再帮他发影片 ，OP 是撒酒就是把卡那个啊，哎呀，我跟他很熟啊，对啊，为什么？因为在巴的时候就认识了，对不对？基本上他那个巴卡，我跟他聊过天的，所以我知道那个巴卡是有点可怕。那个啊，我说过要拿30啊，啊，要拿30啊，不用看他猛人最输。要拿30，有人知道是哪30吗？有人知道是哪30？哦 ，YU 来了呀，还是阿凯？不是刚都在吗？还是我记错了？
记得啊，写哈，写哈。我的，我的，这只必刷满，对不对？哎，其实水队如果可以用这队，个人建议还蛮建议的。我说真的，这队我还蛮建议的。不是这队啊，这一支啊。虽然说贝利好像没有很强，可是要想一下哦，为什么？因为你会常常用到那个那只什么那个一些纳奇，不是纳美，那两只是重复吗？弹珠啦，火弹珠那一只啊，你会用到它，代表你会用到水的这一只，大概是这样。然后那个刚好像看到啊，对，实力，没错。哦，萝莉控跟那个谁 ，O U O， 对，要30哦。不容易啊，都是那几个是累积起来的。哦，所以实况组啊，它后面艰辛的部分，很多人都不知道。哎，哇，实况组好轻松哦，哇，实况组躺着赚呢，哇操，什么话都讲了出来。我这是搞不懂，他这么好，你怎么不来体验一下嘞？各位可能不太了解啊，我会为了玩游戏啊，真的累到爆了哦，累到爆了，刷灵魂石，累到爆了，还要刷灵魂石，因为不刷就没有卡片可以给各位看啊，那怎么办？就这样，睡着了。你们有没有过？如果有，代表你们可以进入游戏的这个游戏界了，真的。刷到睡着，而且不止一次。我发现我人生最开心的时候，忽然间觉得是睡觉是最舒服的事，但是我不能睡。对，没错，你没听错，我不能睡。你懂那种感觉吗？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懂。可以跟黄泉一起开吗？问得好，不知道，可以试试看。感觉是同一个技能，它会卡住。我的判断是这样。哦，这个要配一下，不太好配啊。玩很多账号就可以理解了，也可以这么说啦，也可以这么说。因为有些卡片像我如果没有练的话，你们根本没办法看的，我一定要练啊。这个礼拜我睡眠时间就很短，其实你们不知道而已啊，就是为了练卡，对吧？练的差不多了，练得差不多，所以我才可以展示给各位看一些特殊队伍。当然也是因为干爹有抖内，不然其实这一次的抽卡我应该是不会，我应该是没机会抽，不要说不会抽，有抽可能一抽两抽，因为石头零一零就没了。对，这是因为有干爹抖内帮忙出的哦。这一张吃鸟值得吗？看你速刷的速度啊，速刷快的话就可以吃啊。开。开。开。啊靠！天地还没开哦，吐血了。没看到，我刚没看到天地还没有那个。没关系吧，就当做除技能就好了。
这队跟太阳队不一样的差别就是他的珠子你要自己做直牌才会有攻击珠，太阳队是有新珠就可以攻击珠了，两个都可以啊，可是这队倍率比较高一点点，所以我最后是选这队啊。刷不满，转出兵，百姓还平民。欸，我才三到五 combo 欸，应该顶多跟我差不多吧。因为如果转出还没有办法到三到五的话，可能要练一下，真的要练一下。因为三到五真的神魔下来光，因为你不可能说二到四嘛，到底得六 combo 盾怎么办？懂我意思吗？所以一定至少三到五啊。这个已经就是玩神魔之塔的一个，我觉得算是标准了。大于等于六康博盾，你看得到？那你想看，你转五康博都还可以活，然后再赌个天降，对不对？那如果二到四就死定了、啊，也是转掉。王冠只看手消，对啊，王冠只看手消，但是那很难啊，那个叠珠没办法，因为他无视减伤。希腊可以二吸啊，希腊二吸会中切哦，现在都很容易坏掉。这边可以小小开一波、哦，没关系。力道自己要掌控一下，不要太大力，有没有？不要太大力就好。这样都不会太大力了。要分开开的话，没有珠子不够多，打起来都是痒痒的，有没有？痒痒的。因为我只是要抓一个速度而已。那我可以示范这个威力给各位看，为什么？因为我示范你们才敢开啊！我没示范的话，他那天开开死掉了，有没有吐血？真的。哦，大概一半再开机啊，再开机就好。对吧、啊？希腊现在不意外，给你一吸哦！哇，希腊开 AD 是一吸，你那个珠子是全部错开呢，哎，那个很难呢，那个希腊比希腊谁还难？七星入虚马去打工会，里面成长秘密会进化吗？进化跟解放不一样哦，它上面有写条件，我记得啊，巨八给网页里面应该也有。就潜能解放的不可以啊，我应该是没有记错吧？如果记错可以纠正我一下，没关系。还有开宙斯哦，开宙斯怎么可能？不可能啊！你开宙斯不可能一吸啊，它会连在一起啊。开宙斯不可能啊，一定会连在一起啊。连宙斯是坏掉的，还是没看到组合技？好久、哦。哎、欸，够了！威力已经够了、哦，力道你要抓一下。如果怕太大力，就不要打那么大力。我这打蛮大力的，这一下蛮大力的，说实在话。哦，所以现在我就消横牌了。保持满血啊！
张龙哥要去转拼图盾吗？要啊，要啊，是张龙哥要啊。你讲的是破防的吧，对不对？哎呦喂啊，完蛋了，完蛋了，缺心缺心。两回合哦。甩出哦。可以送他离开了，各位。我想一下。还没跳、啊。来吧。五颗可以了。啪啪里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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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啪啪里啪啪，舒服吧？黑圣魔带三只魔，要磨很久。对，用这个比较安全，用这个比较安全，一次破两成就。因为黑圣，我很敢讲，一定是你习惯用了，但是用你习惯的队伍不会差，真的不会差。因为有些时候你用不习惯队伍，你开机顺序不晓得，还是GG啊。哎呀，那600多万嘛，哈，600多万，我操！消耗600多万要很久哎，可以稍微加速一点哦，我跟各位建议一下。2跟4哈。白金是真的没有减肥啊，哎，就说没时间了。我之前很想给他减肥啊，我没时间用。有没有杀九的影片？哎，有一些不错的实况主，其实我都会订阅他们的实况台。要跟高手怎么样啊？交流啊？啊，我是说你们啊，各位高手。对啊，白金台的观众都一个打100个啊，一个打100个啊，一问打10个啊，各位打100个有没有？还少一个木。反而把他送走了。5个，有5个木了。这边哎，6个，要6个。又缺木。哎，我想送走他，不给我送。强化猪啦，哎呦！哇，强化猪啦！不好意思，各位上个厕所，让我点一下那个广告试试看呐、啊。我觉得好像没什么感觉。有看到广告的吗？点一下，帮我按个3，好吧，按个3。
都没有人按三哦，代表是没有人。YouTube 有吗？哎，没有。哦，原来有人，有人，有人，有。哎，有啦，有有人没有。每次都要，他好像是随机的，我不知道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哎，不知道有没有用啊？是说可以按广告？嗯，知道给个便当吗？是不是？啊，开一次台连个便当都没有，没有诚意这样的。哎，我没有说说什么，没有没有，你们很有诚意的，对对对。啊，我没有没有广告有效有效有效，不要乱讲话，到时候被人家处理掉了。不急，哎，急呀、啊！看到没有，整个开下去哦，我开三只，大概三分之一哦。再开天秤就超过我，所以不能。看又卡出，他故意的呢。故意卡出呢。很烦啊，这关超烦的。最好就是不要冰冻，不要冰冻猪进下一关了、啊。我建议是这样，绝对是这样。哎呀喂啊，冰冻猪了！啊，手机看，有可能哦，搞不好是这样。顺便你可以帮我回馈问题吗？这谁说？手机看，伟哲，伟哲，他用手机看，有可能。那我这样就知道为什么。你的是巧克力啊。每次都没有看到，没关系，我只是在测试它功能而已。哎呀，哎呀，又缺火珠啦！哦哦哦，到时候你整片都是，你就哭哭了，你快报告，千万不要让它整片都是。两肥盒哦，靠，又来了，又缺一个了。啊，天降漂亮！他这边你就是要有耐心跟他玩哦，记得各位要有耐心。很少见的啊！我现在没有看到观众用这队打过，代表这我今天速度算是比较快了、哦。好家在没被观众超车，每次都被超车啊，那对不？对不对？是咩在讲诶？哎、欸、呀、啊，偶尔让我开，让我啊，走在前面嘛，好不好？妈呀，怎么那么多猪啊？好烦哦！又少笑一个，光剑灵算是控制技吗？是啊，控场技。哎呦，又少一个了啦！哎呀。实在很烦哎、欸，说真的，真的很烦哎、欸。可以再开个大圣哦、喔，因为我刚估过攻击，有所以是可以的。刚刚好，三分之一再少一点点，差不多吧。啊，攻击力计算很重要啊，各位。我已经进步到什么程度了，你知道吗？
目测。好了，说实话，以前就会目测，我眼力很好。当然有时候误判，哎，目测有时候误判。过了，真的假的？飞他过了的，又超我的车了，让一下嘛。差不多了，可以好好处理它了。看又缺又缺，就一直这样玩你就好了。啊！又哇！两个猪啊，两个猪，两个猪被冰冻。雀光珠，哇，防御力很高哎，个十百千，我靠，六万七打不穿哎，因为我已经开这只了，我看没打过去我就知道有问题了。有点硬，所以最后那一波比较难打。我现在不能开技能爆发，因为风险太大了。那边一直冰冰冰冰冰哎，很嚣张哎，他哎，真的很嚣张。最后这一波最难打了啊！我刚好稍微控制力道给各位看，所以各位开局顺序可以跟我一样就可以了。开局顺序跟我一样就不太会有大问题，应该这么说。又缺又缺，你就家弟弟缺的二啊啊啊啊啊！你有弟弟缺的喝完哈啊又哦靠，那个木就没削到，哇，真吐血，整片都是冰啊！尽量不要有冰啊，你尾王爆发才稳定啊，冰太多你尾王爆发太危险。来不及，我转不过去，我只好牺牲一颗了。整片都是啊，很刁难你啊！妈娘喂，我是什么在怕？因为我要想强化光伏石，我要削整版的猪。强化光伏石打他不太痛。我跟哥报告啊，有个药局，大圣是可以开的，大圣可以开，因为你技能我算给各位看，一个、两个、三个、四个满了，所以大圣是可以开的。你要用这个药局去突破这一关的盲点啊！防御太高啊，防御太高了。光珠这五颗我觉得有点少，所以我们没有打算刚才锤他、哦。靠，我的强化光就要这样消失哦，浪费我的强化光。
又多一颗结冰的了。那其实够稳，哎呀，自己木干。手上的相机走到前面是为了让画面，手上有一台相机走在前面是为了让白金画面好看一点。听不太懂了。冰冻珠越来越多，没有啊没有啊，哎呦没有啦，只有一颗而已啦，还好啦。哎，没血了哎。没注意到哎、欸，差点就去区哎，然后两个兵舒服，注意到血，这要注意太多了。你要注意强化腐蚀，注意四个冰冻腐蚀，还要做强化强。你要做强化猪，又要注意四个冰冻腐蚀，还要注意血量。他在刁难你啊，各位。不好过啊，不好过啊！不是很难过的意思，是要过很花心思啊。OK 过了，这 OK 过了。哎、欸，这个 OK 了，这真的是 OK 过了。等大圣跳的时候就可以弄他了。现在我们现在缺大圣了。断心，得住啊！再撑一下，各位再撑一下，快睡着了，各位再撑一下。哎呀喂啊！漂亮，天降漂亮新珠，还有一回合破防啊，各位！那个暗珠。很专心啊，这样玩的有点想干掉哦。为什么要跟着他啊？律动呢？关过去，关不过去啊！太硬了，哦，真的要大圣哎、欸！如果不是全省的话，用大圣光队有比较好的选择吗？不是全省的，不晓得、欸。都要你要光又要省啊！刚不是有人黑胜吗？可黑胜我可能就比较没那么那个，
习惯了，因为很久没玩黑胜了。有跌到，有跌到，关不过去，真的，一定要开大圣破防。靠，他给我结冰，还想杀人，千万不要急着开机，急着开机你就哭哭了。这一颗反而在这边有个好处，他等下珠子可以留下来给你用。就那颗绝对不怕削到了，那你赶快给你。哦哟哦哟、哦哦！天降天降小刀！哇、哦，真正诶，这我一盖就真正头都是对晒啊，这无两盖吐诶。啊，又多一个水珠了！哎，为什么都不给我光珠啊？为什么都不给我光珠啊？烦呢、欸！斜转。他不给你光出是不是？自己转怎么转？转直排啊，各位，剩了一颗了，看到没有？剩了一颗。破防啊、哦！哎，那两颗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没削到？哦，吐血了，我真的吐血了。你又来了，又多了一颗。哎、欸，真的很烦呢、欸，不是过不了，真的很烦，你知道吗？一直这么乱，你知道吗？记得要补满血哦！哎呦，破防嘞！削直排还是有点威力哈。哎呦喂！哎呦喂！对啊，反正我用的是巴比伦嘛，削一下直排哦，把他们一直给弄。大声跳一下，大声跳一下，不是说你被打跳啦，哎呦！说叫你锤人的时候跳一下 ，CD 到就可以跳啦。哎、欸，又缺猪，林老叔哎、欸。啊！天降把我弄掉，你有种啊！哎、欸，上面的水珠啦！哎呦，好、哦，气死哦！
血啊，补血啊，蛮折磨我这一关的、欸，说真的。又要强化猪，又要消冰冻。你看，又卡猪了，又卡猪了。很故意耶。哦，来了来了，好机会了！哎，怎么又一个冰起来了、啊？哦，弄一下，弄一下，差一点点，差一点点，差一点点。亚伟啊，又结一个冰了！听说你命很硬哦，听说的啦，我不晓得了，我是听人家说的。有什么看法吗？你、啊、逮住我！缺柱不能消，有一颗水柱缺柱不能消的。好、哦，机会来了，机会来了、啊，还有三回合，哇靠！又缺，看我心脏快气死了。哎、欸，没有缺，没有缺，是我木干的，是我木干的。他说我就明明就没有缺，你在缺什么缺？啊？哎呀，我的水珠没消到啊！三回合，我想要满板全部都是攻击珠啦，我希望 ，I hope。哎、欸，你没补血哦，好，现在有叠珠。不是，你想满板是一回事，可是现在满板都没有攻击珠哎，满板都没有哎。哎呀，那个啦！开下几啊？好，给各位看一下。173回合啦，还好啦，没有很夸张啊，没有很夸张，我前面很快啊，啊，妈呀，刚刚给我累个屁呀、啊，哦，我刷满板啦、啊，现在满板都是冰冻的，满板。那个光啊，哎呦！不行，我要忍耐，我要忍耐，我要忍耐，我忍耐啊，我忍耐啊！
一个了哦！大家都超过我了，不是啊？哦，又是这个又是那个的哦，吐血吐血吐血！这木柱削不太到哎。削到了啊！我你老输嘞！啊，我强化猪嘞，不 OK 啊！我靠，加个几下不 OK。本来很有自信，跟说观众都还没过，已经先过，结果刚都被观众超车了，都被观众超车了。你又冰了，哦，欸，很会冰的哈，那个冰的哈，啊，啊，唔足够的啊，我受气啊，我冻袂掉，我冻袂掉，我冻袂掉，我真正冻袂掉。哦，我真的动不了啊！我不管了，你直接给我 get 到墙不能到了，走！各位，一波七，咱们给他刷过去就好了，不啰嗦了，啊，不解释了哈，不行，不行，这时候不能笑，一波七你们刷就对了，不用担心，我会随后赶上。推一波，神帝就靠你了。我看到一波七在刷了，啊后啊力啊后啊力。哎呀喂啊，想骗我？来吧！我看到好多期了！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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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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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看到那个画面没有？刷的他你看不到。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请记得左下角按个订阅，右下角按个喜欢，记得分享给你的好朋友。订阅旁边有个铃铛，按下去随时可以收到我最新的消息。我是平民百姓，欧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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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